好，不过我们现在说到中国，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到底会不会持续恶化？要请教陈燕。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这个他们企业5200家，去年的净利润下降了3%的幅度，这是5年以来首次的下降。好，这个年减3%的一个幅度，我觉得反而比我想象的来的没那么严重，来看的更差。对，因为在这当中，如果我们要去讲整个企业恶化的情况，我们第一个想的一定是这个房地产嘛，房地产占整个 GDP 30%，那你房地产影响的还包括建材啦、钢铁这些都会受拖累啊。所以我觉得怎么会只有3%？如果以经济的火车头房地产出现这么严重的亏损来讲，即便汽车、食品、家电能够补一些些回来，但是我觉得就体感来讲，就我们真的人民生活的体感来讲，其实不会有感受，就是说哦，你这些有帮我补回来，他其实没有感受，因为我们讲的是企业盈亏的一个补平衡嘛。但是问题是，就整个生活各方面来讲，其实还是下滑的哈。那最近我们在看大陆他们去做了一个调查，针对50个城市20000个居民做了调查，有46%的人认为哈，第一季的就业形势并不是很理想。那42%的人认为，不管你从就业啦、供需层面来看，其实在降温，甚至订单会减少，形势严峻，而且很难获招聘，工作不好找了，很难被录取。这样对，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，当然就消费支出的部分，就有不到四分之一愿意增加支出哦，这代表大部分的人他其实可能不止不增加支出，可能还减少。哦，那这样子当然对未来整个内需一定会有影响。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反映在整个就业的一个情况。我们现在讲，如果你是在有人说啊，如果这辈子刚好这个在上海出生，以前是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，可是现在最麻烦的是什么？在上海工作也不保，然后买的房子还被套，然后更重要的是买的股票也被套，然后老婆也跑了，这种情况就很严重啊。所以现在很多人就说，那如果你是铁饭碗哦，比如说你在政府上班，应该就没有问题。结果他们说饭碗是铁的，没有变，但是里面没饭。公务员都会被减薪啊？对，公务员会被欠薪。基本上这个已经是常态了，这个目前已经是被常态变常态了。甚至很多他们要想办法增加收入，怎么增加收入？是地方政府要增加收入，但他拿到的收入也没有去给付公务员的薪水。所以你会看到什么一天到晚在开罚单啊，在处罚啊，这样的一个情况。所以现在基本上因为欠薪成常态，你要减少开支，他们就是裁员，连公务员都在裁员哦。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。简单来讲就是铁饭碗生锈了。那你会讲那金饭碗呢？比如说像这个券商，过去大家会我过去很早以前啊，还有机会到中国大陆去演讲的时候，常常去券商啊，那时候都觉得哇，他们的规模好大哦，他们随便一个分行都比我们在台湾一个品牌的就业人数还多，你会觉得哦，好吓人哦。可是现在拼命在裁员哦，裁多少？你看哦，2024到2026中金哦，他要裁掉1/3的员工，然后每年要裁13%，裁13%哦。一年要裁掉13%，昨天才跟你一起吃中饭的，隔天就不见了。所以这裁员的速度是很快。那为什么会这样？没有收入。对，过去他尤其是投行这一块，过去靠很多的 IPO。但是这几年完全几乎是没有 IPO。那你要怎么赚钱？这个影响就很大了哈。所以包括习近平之前的共同富裕，我想对整个产业也带来很大的一个冲击。那基本上就有一些怪现象哦。如果各位有看过中国大陆的电影哦，他们不是很买房一定要买学区房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只有在学区房，你才能去就读你想要读的学校。我们说很多地方哦，这个房价一直跌，不过在温州这个叫做夹缝房哦，它其实只有这样的一个大小而已，连一个单人床都挤不进去，竟然要将近1000万台币耶！没错，镜头导播好好就对着这里，没有错哦，你不要怀疑，就是这么窄，就是这么窄。然后它在这么窄的空间哦，这么窄的空间哦，它还有门哦，还可以盖到3层楼，对，然后3层楼之外有门哦，门进去以后就有楼梯到2楼到3楼哦，但实际上是摆不下一张单人床，就是我的单人床是
个人量身定做，哦，然后呢，躺平连翻身都很困难。那为什么要去买这个房子？其实这就是一种经济不景气下面一种畸形的状况。如果我正常，我要买一个学区房，我是不是要买一个真的能住人的？可是我还是要让我的小朋友念学区房啊，怎么办？那我就买一个能够登记户籍的就好了，而且还很抢手哎，还很抢手哎。说实在，买这个学区房的人真的是要去住吗？我相信不是，他就是为了小朋友能够入籍在这个地方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怪现象。甚至现在还出现，就是说你上厕所你要付钱，上厕所付钱这个也没什么，在很多的观光地方是这样。但是现在他们推出的这个付费侧板，他已经进步到什么程度？以前是一个人会蹲在门口，有没有？你进去他看你有没有丢钱，对不对？那现在不是，是你直接扫 QR code， 扫 QR code 哦，你。然后我就一直在研究，没有人看。然后你说我只要扫了 QR code， 我就可以做干净的这个马桶盖，它怎么弄？其实我看懂了，在这个马桶盖做的这一个，它其实有一个那个塑胶套，所以你付了钱以后，它塑胶套就收伸缩嘛，然后换新的出来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你就可以做到干净的。要不然像我，其实我去外面上厕所，我都要一直擦。然后还有卫生纸垫在上面，我才敢做，不然觉得总是怕会传染到什么病毒哦、细菌哦。那现在充值，他说1000块可以13年8万次，我怎么算都觉得我数学是有这么差吗？我怎么算都算不到这个数字啊！所以其实有网友特别算了一下，应该是1533次。业者讲说，其实是1500多次哈。那当然，这个其实是不是也是一种就是抢钱那种怪现象？我再讲一个怪现象哦，今天如果我生病了，然后或者说小朋友生病，我要带他去看门诊，你就上网去，门诊都满了，对不对？门诊满了，你就怎么办？就看下礼拜再往看有没有时间可以排进去。结果现在北京哦，有出现一种现象叫做陪诊师啊。那我想说，陪诊师应该是说我一个人，我单身嘛，那我行都不方便，你陪我去看诊是不是？不是，而是你挂号挂不到，对不对？这个陪诊师你跟他联络，你说他说你要挂哪个医生，你挂不到是不是？你哪一天要看？没关系，你跟我讲，你资料给我 ，OK， 我帮你挂好了。啊，帮你挂号啊！我陪诊师，我会陪你去看诊嘛，讲是这样子，所以我可以帮你挂到号。所以其实就是一种黄牛嘛，就是这种名义，他们就先把号全部先挂满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然后更可怕、更恶劣的是，还有这种药品回收啊，他们到各个这个定点医疗机构购买药品以后，再转卖给其他的医疗院所。那甚至有一些可能是过期的哦，可能是这个假药，可能我现在都讲可能，他们把它混在一起后换包装，再重新流出去。你刚刚讲那个陪诊是，这个费用好贵哦，非常贵，非常贵，2288块台币耶。所以你会发现哦，这个就是在经济成长复苏无力情况下产生的一个乱象。今年520总统的这个就职国宴是首度在台南举办，而且陈彦在这次很特别，这个伴手礼都可以看得出来，包括了这个台湾具有台湾味的这个 LV 版的像这样一个茄子袋，还有台湾之光哦，台湾人做的这个手工的果酱。茄子袋我可以理解，可是为什么叫 LV 版哦？这个可能等一下你再帮我补充说明一下。但我讲说这两个其实都很有浓浓的台味。哦，台味不见得不好，它可能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，很有台湾在地的特色。基本上这个袋子以前我阿嬷常拿了，哦，他来找我的时候，他要帮我拿便当盒拿座位的时候，他就是拿这个袋子，哦，而且它有各种款式，所以我一看到我就想到我的阿嬷。所以你说有没有浓浓的台湾味？我觉得就是有。对，那这个茄子袋，其实我一直不晓得这个名字叫茄子袋，我一直不知道。是今天我在看资料的时候，我说：“这个不就我阿嬷得要吗？”原来这个叫茄子袋。那早期其实它有很多编织的方式，最早的时候其实是用竹子编的，可是为了更普及的时候，其实都是直接用塑胶布。对，然后几乎什么都可以装。对，这个叫万用袋。我阿嬷她住彰化，她说她来台北的时候，她的行李也全部丢都在里面。LV 版好像是之前 LV 曾经有出过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款式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你看我阿嬷那个年代，他们就很懂得时髦，对，很时尚，真的走在前面。那特别讲一下这个。其实也是一个很多人拿来用环当做一个环保袋啊，那它的款式非常的多，也吸引非常多的这个观光客来买。那早期用这个蔺草编的嘛，对，那非其实后来后来几乎都没有人什么买，现在很少人会去买这个袋子。那欧美因为
怎么讲环保嘛，是不是？结果开始没想到大家开始追求这个环保风的时候，这个袋子哦，因为之前有年轻人他把这个做成一个创意的发想以后，没想到越卖越好。越卖越好，越产现在是40000个，很夸张。很多观光客来到台湾一定要买。制作人还问我，我想啊，我垂问阿妈呀，看五猴，我记得我小时候有看过。他问我家里有没有，我只是想我小时候有看过。那这个为什么不止我刚才讲说红到国外去？对，日本当时他们这个青春特辑的节目哦，特别找了艺人到台湾来，他们的艺人到台湾旅游，说就给他们说100000日元，你去帮我买台湾的土产，有名的土产。那第一个想到什么？凤梨酥嘛。结果没想到一堆人买了这22个这个茄子袋，哇，22个，连还买了迷你版。就看到这个袋子，他们就疯狂，就喜欢抢购哎！对，不管你说配色还是干嘛，你不觉得其实就说实在的，因为我还是停留在我阿嬷的印象，但是确实看起来是很有台湾味，很有台湾味。那这个台湾味到底是巧合，还是就设计师是因为看到我们的设计采用来讲，这是非常知名的巴黎世家这个品牌 XL 的托特包。设计就是这样，就一模一样嘛。我回去找一下，搞不好我家有几个这个知名法国来的托特包。会不会是致敬台湾的这个茄子袋？有可能哦，所以其实非常的吸引人。当然，我们在看刚才讲的这个果酱哦，对，因为它整个果酱的发想，这位叫你刚才是提到你阿妈，其实她的灵感也是。也是阿妈，真的就是林伟勋，但是不是我阿妈，我不确定，应该是他自己的阿妈哦。那你知道他是一个果酱的职人，他其中一个作品叫《茶经》。拿到英国果酱大赛的冠军，就是金牌。这个奖真的很不得了，很不得了。虽然我不是那么懂果酱界的奥斯卡。那你知道他这个果酱，他会发想，就是说，哎，他小时候阿嬷都，你看就是阿嬷，他会给他吃的这个果酱，就是用龙眼木材熬煮的桑葚果酱，这是他对果酱的一个记忆。那后来他到处去这个打工啊，换宿打工以后，他发现说，那些卖相差的水果，如果我把它做成果酱，那不是价值就提升了，不是吗？所以他就开始研究，这当中还包括水分要多少，要熬煮多少糖出来的这个过程。你知道他做了一个荆棘香蕉的果酱，就是他这个也是误打误撞，他发现香蕉氧化不是会变黑色，对，会变黑。如果我加入柠檬跟白酒就可以避免了。然后煮焦的才发现说要先把糖汁逼出来，再加水分去烹煮等等。花了2年的时间研究出 SOP， 把它奠定一个果酱的 SOP。对，但我讲这个茶经最特别，因为它是用红茶，我们台湾的台茶18号，所以这个很有台味。可他发现那个茶味逼不出来，怎么办？加威士忌，茶叶还要切碎，所以这个过程都很有职人的精神。再加上柑橘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果酱的味道，你再拿个白吐司哦，再把它弄上去，哇，稍微烤一下，有点脆脆的，那个感觉是非常好的，所以一定可以让这个外宾都印象深刻。没错，